8元可买30000张人脸照片，你的照片可能正在被作为商品售卖。11月19号，《新京报》报道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，网上有一些私下售卖人脸数据的卖家，有发帖者称8元可买30000张人脸照片，有卖家表示可以提供更多渠道的人脸图片，按照3000元可买24000套人脸照片来计算，相当于一套只要1毛多。记者在 IT 社区、网络商城等多个平台搜索，可发现有不少人脸照片可供免费下载或付费购买，付费金额由帖子发布者自定，多在10元到20元左右。有网店客服表示，可根据男女比例、年龄层次比例、国籍等定制人脸照片，数据集的价格与以上因素有关。关于图片的来源，有店家透露，来自朋友圈、直接购买、网站扒取的都有。对于照片的用途，有发布者表示，其提供的数据集可以任意拿来下载研究，只要别用在商业和不正当用途就可以了。律师表示，非法买卖人脸图像等数据可能违反民法总则、侵权责任法中对于他人隐私权、肖像权的保护。专家称，有必要对人脸识别设置门槛。他认为，个人信息首先得得到用户明确同意才能收集，有时得到个人同意也不行，还需要国家授权才能收集敏感的生物识别信息。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。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